们就上地上了，现在的海拔是3500。哎呦，这是白底下的啊！还有这菜。赌博肉就不难受了。哎呀，就是，你说对了，真的，吃点赌博肉就不难受了。这几天没吃赌博肉。那这就咱们去吃饭去。天然的泉水，它自己起泡了，而且喝的时候好像是那种带气的饮料似的。过两天我带你们去去那个泉水过去。猪抓羊肉。牦牛肉，青海的这个牦牛肉。